我比較同意最近一啲睇講法咧，就係話唔可以將動態清零同埋呢一個所謂與病毒共存咧，變成一個好似一個大家對立性嘅一啲政策嚟嘅嚇。因為動態清零嘅意思唔係清零啊嘛嚇，動態清零嗰個重點就在動態啊嘛。動態係咩意思咧？就即係話其實個核心嘅精神咧，就係話要有一個比較一個精準嘅同埋。一個進取嘅一個政策，能夠即刻能夠控制到發現到個病毒，控制到佢嘅傳播，然之後減少佢嘅擴散，減少嗰、那個即係市民啊或者居民咧係受呢個感染，或者係甚至乎即係引致一個嚴重病發啦，甚至乎死亡咁嘅機會啊嘛。咁呢個政策幾時都係啱嘅。咁所以咧，你了解到盡快去掌握到嗰個病毒或者佢嘅變種，喺個醫學嗰方面嚟講咧，佢嗰個特質嚇，然之後針對佢呢個特質咧，能夠利用，譬如話今時今日咧，利用到呢個信息科技啊、資訊科技咧，能夠盡快咁樣去精准到執行到、推動得到、快速咁樣樣係能夠做到呢一執行得到呢一個公共嘅衞生政策咧，咁呢個就係嗰個動態清零嘅精髓。系话我完全系零啊！